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乃馨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天，就是我们录跑男。呜，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天，因为要跟很多人比赛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比赛，但是很期待。然后今天也要自己化妆，自己做头发，然后我不知道要录到几点，但是感觉会很累，会很晚，因为要比赛，所以我今天妆容一定要保持到最后，防水呀什么的。对，然后今天是来给大家看看我怎么画，然后确实也不是很难，因为我今天准备的东西也不是很多，给大家看看。然后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化妆品啊，少。感觉那是可以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开始。怎么开始？从第一个是 primer，因为要保留到最后，要拍到晚上，我感觉到，所以我妆不能花。先打 primer。我就是那种就是干皮，然后没有，我不太出汗。我发现自己在北京的时候是很冷，皮肤就裂开。OK，还有很多啊，好浪费啊，怎么办？没办法。Hello，我来了，换好了衣服。好好好。挺好的，来继续化妆。刚刚我们打好了，primer，就是会帮你保持妆容。我还没想好今天要做什么头发。第二个就是打底，打底我用就是用这个，因为它可以就是特别上镜，就是在舞台上啊很发光。不知道可能是跟我的皮肤。特别特别合适。我真的没有看镜子，就是直接看镜头的屏幕，也不知道画的会什么样。我今天的妆容呢，就是想画那种青春，对，给我感觉像在学校里面，一个学生穿运动衣服，青春的感觉一点点，下一步呢就是打 concealer，我用的是这个，当当当当当，一直在用，一直在用。然后呢，用手这样，我的这里黑眼圈，用刷子吧，用这种刷子，怎么是？
下一步就是什么呀？刚刚打好了，粉饼。这里。下一步就是，当当当当当当，这个叫什么呀？就是为了瘦脸，这样。是，卧蚕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卧蚕，我用的是这个，特别便宜啊，好像就是在网上买的，不知道一个就没多少，没几块钱吧，但是特别好用，哦。我的卧蚕是小小的，不是很大。眼睛变大了，呜！如果太大太小，我们一会儿再修哈。我现在在修。我们下一步就是开始化妆了，打眼影。我们今天的眼影。是这个 GCE，我用了好几年。想要青春，所以要用这种颜色，看到了没有？这个颜色啊，这两个一二，加这个一丢丢，一二三，还有这个。哦，下面也是哦。然后下一步用这个，focus on me，用这个。上面，差不多，耶。OK，然后我再画，下一步我再画，眼线。我今天的眼线呢，用了四个，为什么呢？跟你讲，这是黑色的，这是棕色的，棕色的就是画最里面的这个，然后黑色是画比较往外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看我画吧，是什么样的？OK，我们先用棕色的啊。用 黑色的话就会不太自然，所以我黑色会用就是比较，眼尾呀、再加黑色，是为了更明显。
然后我们就用这个，也是 eyeliner，棕色和黑色。下步是画这个，你眼睛变长，好，OK。我用棕色加一点点这个，加一点点这，加，我画到这里。OK，眼睛到这，然后再等最后再画那个睫毛。下一步是眉毛。OK，下一个就是眉毛，我们的眉毛，focus 你，focus 了吗？没有。嗨，嗨，是两个颜色啊。我用的黑色和棕色，这也是特别特别防水。加油，今天妆不能花。我用了好几年这个品牌。是两个颜色啊，我用的黑色和棕色，这也是特别特别防水。加油！今天妆不能花。我用了好几年这个品牌。OK，下一步就是，腮红，这个颜色。笑一下。
好了。先做宝宝吧。Hello，我们来做头发。我今天想做这种头发，mermaid，这样是泡面能赚的，也不知道能做得到吗？只是希望能做得到，加油，妮妮宝贝，靠自己。现在我们在补我们的发际线。不能让谁知道我们是秃头。可以了吧？差不多。先用这个。Huh?